全是新的，开心快乐的生活，也许烦恼有很多，到底要看破，空气每天是新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贵州幺妹。今天我来剪萝卜糕。那我现在呢，已经把这个萝卜糕已经把它放在这个锅儿里面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老公切的，这个是我老公切的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准备把它放在这个锅儿里面，把它炒起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那边煎着萝卜糕。那我们家那个厨房就是这个样子了，就是特别的简单。然后呢，这个锅儿呢是还是我来的时候来台湾这半边买的，因为我不喜欢用这种瓦斯炉，我喜欢用这种电磁炉。之前这个萝卜糕都是我老公在煎，那么这一次是我来煎，我来看看我煎得成功不好。完了，煎糊了，把干根头翻几根的时候。翻这个的时候，然后等我翻烂了，我老公跟我说喊我放在这儿锅儿里面，喊我不要动它。这一块被我煎烂了。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萝卜糕是在就是我们旁边的那个市场买的，然后我老公觉得那个市场买的比之前在乌日那边买的还要好吃。我发现了一个新绝招，就是要用这个小汤匙来翻的话，比猪汤翻还要方便些。你看嘛，用这个小锅铲，这小勺儿来翻还翻的好些还要。看哦，我们用这个比用这个锅铲儿翻还要好翻些，快来翻给你看。看到没？那个锅铲还没那么好翻，看到没？金黄色的，我要准备把它捞起来了，我要。看到没？锅巴都起来了。哎呦，那个烂了，又等我整烂了一个。太趴了，这东西。我感觉油封多了一样的。我们中午还要整一根香肠。我们的这个地方做厨房真的太热了，所以说你喊我这样子那么煮饭嘛，所以说我根本都没有经常煮饭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厨房就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儿。瞻前顾后的时候。什么？对啊，看到没得？翻得完整无缺，可以了，你可不要太，太焦虑。然后煎软，煎软了呀。你用汤瓢。一刀就把那个油就捞上来，那个不好捞。你又不帮我拉，还敢讲呢？最后该再给你们瞧一瞧这一个香肠。那牙签给我拿一下。用手指头搓。你怎么不说嘞？你这说话是人话吗？
备八点蒜。这是上次去西罗拔的，拿一颗，继续把它挂起来，把它晒着这样。这蒜我们拿回来还没开始吃过呢，哇，好香啊这蒜！拿回来的时候它是白白的皮，现在变成紫色的皮。你要几颗？两颗。好难剥哦，这皮。还没有完全干。那乌漆嘛黑，还不是你？你帮我拍，那我就不会搞了乌漆嘛黑了。准备开饭喽，加上我的辣椒粉，这才是灵魂。这一个给我老公。好，我看到了确诊的风波是越来越大了。另外来看，屏东垦丁国家公园有没有朋友从大陆回来的？然后就可以帮我带这个辣椒粉。你自己回去拿。我拿的成本高啊。高逼。你不跟我拿，人家有人会愿意跟我拿。大家群里面问一下有没有人回台啊？真皮啊，现在是这样。那有事人家回啊。啊，我要开始吃饭了。我觉得还是这一家的香肠比较好吃。我们还有几根辣椒香肠。剩一根。看一下，我就去买吧。好好吃。这是我的减肥餐。然后晚上就吃包子。你晚上不要跟我妈买，不要跟我妈晚上，我跟你说。你昨天买了个水晶饺对吧？吃了，今天又长了差不多五克。吓死我！你老是害我哎！起码七八个。起码有七八个的那个水晶饺，然后还喝那个汤，你说他多坏。我一说减肥他就说啊，好了，跟你订机票了，送你去上海吧。你说气人不这人，你这卖手。他送我去上海减肥，还笑我，说到时候吃草都没有，就会达到我的减肥目的。目标是减48公斤，再送我几公斤。陶喆不是明星吗？我这煎的比较焦的好吃啊。
你用蒜来配着萝卜糕，味道又不一样了。你的香肠吃完了？就你再多。你可以用这个萝卜糕配一口蒜，那味道也还蛮好吃。还要你加？那你为什么没想我嘞？你明明就不会，这是我发现的。我就是蒜头沾着萝卜。好的。起步时需打方向灯。还有人违反了防疫的规定，还呛警察。彰化县和美镇长阮厚觉昨天晚上跟朋友到 KTV 去唱歌，然后在路旁被拉到在那里抽烟，被警察劝阻了。不过他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还朝着叛乡开罚3000到10000。KTV 外警民起口角，同样的嫌疑又呛下了这位白衣。阮厚觉的朋友下约彰化市区这一间。一时的烟民走至包厢之外哦，抽烟，然后口罩确实没戴好，造成社会以及其他人的恐慌，本人深感抱歉。说完了，真的对，有人呐、啊，你看，那个韩子拿上来那个辣椒粉，扒一扒到嘴巴里。好啊，给你、啊，你不能扒一扒放在嘴巴里吗？你说不会哦。太浪了。喝一口。我们来看到昨天的本土病例已经是来到了2386例。接着我们看到了在西北市的部分已经有8。假扮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我喝一口你的豆浆会怎么样？喝一口也不行。